姊妹大家平安，啊，咱大声先来祈祷。亚文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阮来感谢你，因为你常常用你的听来引传保守阮。阮要伫你的面前求你来看顾，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伫你的内面，搁较侪学习来依靠你，搁较侪学习伫你的面前有主你的引传甲带领。愿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常常伫你的话语中间受到造就。受到激励，安尼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啊，咱伫顶一届咱讲到即个特别的故事的中间，咱讲到即个阿撒龙已经入到即个耶路撒冷，伊去接管王的权吼，啊又请即个阿希多弗吼，帮伊出主意。即、這个阿希多弗帮伊提供的第一个意见是讲。就爱伊用一个向顶的方式公开甲大笔所留落来，即个嫔妃做回馈，来表明伊是即个王位的继承者，伊接受了大笔所有的权力地位。即、這个阿撒龙虽然甲即个王宫战乱，总是伊的地位还袂真稳定吼，因为大笔逃走啊，其中还阁有真侪人伫暗中的中间想要甲支持，怎样要来消灭大笔的即、這个？伊的支持者，伊的气力来稳定家己的权力吼，这是即马阿撒龙上重要、上爱做的代志。咱要讲的是讲，我想有真正兄弟姊妹想讲一件代志，就是讲，这个阿希多弗到底是虾米人？为啥样伊那会想要去帮助阿撒龙？而且伊出的计谋吼，佫你遮尼歹，佫遮尼凶，吼、哦，要让这个阿撒龙佮代表的嫔妃做回馈。如果咱也是知影这个阿希多弗是什么人，咱就袂感觉意外吼。阿希多弗有一个囝，哦，啊，这个代表捌找人去探听讲，迄、那个妇人是什么人？人家讲，迄、那个人什么人？是伊人查某囝，是荷兰乌利亚的某，叫拔苏巴。总是这个阿希多弗吼，伊、哦、有一个囝，吼、哦，吼、哦，就是基罗人阿希多弗的囝。叫做伊人，真的兄弟姊妹，你伫这个中间，你有看出一点仔关系啊无？哦，咱来看一点，就讲吼，阿希多弗是巴苏巴亚公。兄弟姊妹，代表泰西伊的孙女婿吼，奥利安抢伊的孙女做伊的某吼。所以有真侪人感觉讲，真有可能，伊就是因为这个因果，伊对代表有真侪怨恨，所以伊想讲，伊要透过阿撒龙来。代表报仇，所以虽然伊真聪明、真巧、真够计谋，但是伊要徛伫这个阿撒龙这边来帮助阿撒龙来攻击代表。啊，当这个阿撒龙确定入去到王宫了以后，这个阿希多弗伊就主动提供伊第二个计谋。伊第二个计谋是啥物呢？对圣经的经文中间吼，咱予人暗示讲。代表离开这个亚罗萨林无偌久了以后吼，阿撒龙入去到这个亚罗萨林，这个时阵代表还阁未走了到受恨。如果即马若马上去甲追，就会当追会到。总是阿希多弗建议阿撒龙讲：你免去，你只要留伫王宫内底吼，继续伫遐享受甲代表留落来即个嫔妃做伙困，你免去。因为安怎，伊感觉讲代表这个时阵伊的囝背叛伊啊。在这个真紧张、真啊，无时间准备，马上就逃走的状况下面，这个时阵代表一定啊，伊的心理、伊的身体拢感觉真野神。只要吼阿希多弗伊讲吼，只要你这个时阵，和我带兵来甲伊对干，和我12,000勇士吼，我半暝啊，我会让抓到代表。这个时阵代表伊带着真侪家，伊只家眷吼，佮伊的官员。这些人拢无法度压到甲人相台吼，因若是拄到人突然的攻击，因的骹手一定无法度反应吼。伫迄个中间，因的阵势大乱吼。而且这阿希多弗讲吼，我什么人我拢无要杀，我专门要干呐要杀大敌尔。我甲我的目标为公要来杀大敌，只要大敌若一死，众人就安怎就会归五阿撒了。简单来讲吼，这个阿希多弗。伊所提供的这个计划是一个真典型的，咱讲的快速斩首行动吼。伊就是一款采取这个速战速决吼，成本低，
老真少人会会得咱得到胜利胜利的方法吼。这个方法简单来讲是讲好甲会当互人真歹想象吼，因为伊只要互台北市无论什么人要支持台北，到落尾拢安怎就无法度啊，因就只好来支持王的囝阿沙龙，安尼阿沙龙的王位就真哪来哪稳定。所以阿沙龙伊甲伊的这些长老听了以后，拢感觉真满意，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计划。总是阿沙龙伊想想了以后，伊决定讲伊爱听何叔的意见吼，所以伊甲叫，所以就甲伊叫过来吼。后来咱看何叔是啥物人？何叔伊是台北的好朋友吼。咱顶个讲伊加做投降阿沙龙吼，伊是一个来做卧底的人吼。起码阿沙龙甲伊讲，阮这个阿西多芬吼已经提出一个真好的计划，啊，我嘛感觉真好。总是呢，我想要听看嘛，你的意见是安怎？我亲爱兄弟，今物这个时阵，咱拄着是咱看见何叔即马徛伫一个真关键的一个所在。如果伊若无法度提出来一个看起来好亲像搁较好的计划来组织阿希多佛的计划，互人来采纳，安尼真有可能代表话袂过今仔日暗时，真有可能今仔日暗时阿希多佛就会带兵将代表台死啊！何叔看见阿希多佛的计谋，就是讲用速度，吼、哦、来取得胜利，吼、哦。刚才咱读起个中文册经头，读起迄个《孙子兵法》内底讲，讲兵贵神速，吼、哦，就是伫对敌还未准备好，因的阵势还未徛好的时阵，先发敌人啦，吼、哦。所以伊知影讲，无论如何，伫这个时刻，伊爱想办法破坏阿希多佛的这个计谋，然后来救大家一命，吼、哦。那阿希多佛伊咧想啥物咧？伊吼，伊有一个真大个问题啦。啊，这个何叔有一个真大个问题，一个真大个尴尬，就是讲，所有人在场，所有人拢知影讲，这个何叔是台北的好朋友啊。啊，伊来刀破阿沙龙，这件代志甚至要引起别人的怀疑吼。所以，伊即马提出来一个新的计划，阿沙龙敢会当完全来相信伊？如果伊提出这个计划吼，那真假咯吼，一看到在讲啊，你这个是明明咧帮衬台北的吼，无人会相信啊。敢讲大家敢讲，伊遐尼戆，拢看袂出来到底咧想啥物吼。所以何叔伊必须伫一个真短的时间内面，伊爱提出一个这个计划看起来真好，对阿沙龙真有利，总是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咧帮衬台北的。咱讲何叔是台北的好朋友，这点是伊无容易让人相信的一个所在。这虽然是一个缺点，总是何叔将伊家己的这个缺点转换做一个优点。伊用一种非常了解台北的口气来讲话，伊讲吼，你知影你的老爸甲军队伊的人拢是勇士啊。这个时阵，因的心内真生气，好亲像伫残影拍击黑马仔的无形一样。而且你的老爸拢是一个战士啊。伊无甲一般诶百姓做伙歇，所以讲你派出一大个兵丁要去台恁诶老爸，第一你找无，第二吼因拍袂赢啦。这个何叔伊讲出这话，有一个伊讲出伊诶计划，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建立这个何叔对台北诶这个了解甲认识顶头，所以安尼讲起来真有迄个说服力，就是讲吼。阿是多好，你提出这个外科手术的这款的斩首的这个行动吼，有一个假设。你的假设是啥物？就是代表因为安怎，伊的囝反叛，所以伊即马感觉真野神，真无愧然，也唔知影要安怎甲人相谈。咱即马去遐谈，一定兵败如山倒。真好甲料理，真好甲解决。总是代表讲，这个护士讲 ，no， 你讲了唔对啊，代表唔是这款人啊。你感觉伊即马真野心，总是我感觉伊即马非常的危险。你感觉伊即马拢无气力来组织抵抗，总是我感觉伊即马当咧找无人会当出去啊。伊亲像无形要找一只小型一款啊。如果若有人敢去甲伊挑战，伊代表伊过去，伊捌伫真侪真艰苦的处境下面，伊是一个新经过大概几六百届的战争的一个勇士，啥物场面伊捌看过啊。阿沙龙，你不但无予伊丧失斗志吼，反倒等予伊敢若亲像一个痟的，看到人就想要甲刣。咱也去，
才让伊疼食萝卜的。所以吼，阿沙龙，你派真少数的人去攻打台北吼，绝对输的啦。啊，你若输吼，咱的军队派出去出师不利吼，咱的士气就会歹吼。所以伊徛伫这个角度镜头来问阿沙龙讲：第二，这个何叔，如果伊若对台北的了解是对的，安尼这场的政变就无可能用真低的成本来完成。因为你想要开始，台北是无遐尼简单，是需要安怎真认真去动员、去组织、去甲所有的人拢甲招过来，而且你上好安怎为谈甲八十八，就是全以色列国所有的军队拢甲找来，安尼就算讲台北搁较安怎勇敢，搁较安怎搞小台。俗语讲讲，兵好难敌军强吼，伊搁较厉害，搁较搞台人，咱一群人甲伊拼，伊绝对输咱的啦。所以呢，这个计划就爱用真多时间去四界招人，然后来发动一场伟大的战争吼。其实伫这个时阵，伊安尼讲的时候，何叔伊其实就是咧帮台北找时间，互伊逃走。第三，伊佫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讲吼，伊建议讲阿沙龙，你就爱亲自带军队来领导这段这个战争啊。兄弟姊妹，对这个阿沙龙来讲吼，伊亲手伫战争的中间来打败伊的老爸，这件代志吼，敢那较有吸引力呢？伊若是借别人的手来开始大变吼，敢那伊家己敢那毋是一个英雄吼？何叔会提出这个计划，是因为伊看准了这个阿沙龙的个性。为什么？因为阿沙龙是一个真重视场面吼，咱讲的重视排场的一个人。你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讲，第一，按个夺权进程，伊捌逐工伫这个城门口安排五十个战士，伫伊的车面头前来走，真威风，真请呀吼。所以，伊好亲像真有迄个性格吼，哦，我足厉害，我足牛的，足强的。所以，伊伫这大家讲吼，如果能让配合一场，互你来指挥一个伟大的战争的胜利，就咱国较表明是你是一个真了不起的领袖。更加重要的是，伊是堂堂正正吼，伫这个战场顶头亲手打败伊的老爸吼，安尼是比伊借着别人的手杀死伊的老爸吼，更加更硬的。所以这个何叔伊的计谋，就是真有可能是建立伫这种，予伊看起来比别人更加了解家己，并且伊阁会当真准确去抓着阿沙龙的这个心态的中间，予阿沙龙来采用吼。所以咱看见这个何叔真巧。伊真巧用这个办法，和这个台北，伊去当去找到逃亡所需啊，这款宝贵的时间，佮予伊当重新伫这个中间，伫这个真困难的中间，卡桥稳落哦。然后，佮较重要的是，这个阿西，这个何叔的计谋，输得阿西多福的计谋看开，真做是愚公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台北向上帝祈祷的。台北向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愿你和阿希多福的计谋真做有无？第二，本来阿希多福建议阿沙龙唔免上战场，总是伫何叔的建议下面怎，伊就要亲自带兵出阵，然后这件事埋下了，后来阿沙龙伫战场和伊许代表的万岁约阿直接杀死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姊妹，这所人过来看是，台北伊一路走一路做，走到一个所在叫做马哈莲吼。因为姊妹，咱要讲的是，虽然这个阿沙龙选择了这个何叔的计划吼，地告台北伊会当得先阿西得回的这个斩首的行动吼，总是伊嘛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伊可能爱面对一个更加大的一个军队要来甲伊攻击。现在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时间。因为阿沙龙在想的想了无拄好，讲哎，我想也是阿西多夫的这个计谋较好吼，无你去阿了好啊。所以安怎，伊爱马上想办法叫台北过河，唔通留伫约旦河的西边吼。啊，经过约旦河吼，无伊就随时有可能和阿沙龙的军队攻击吼，并且爱予伊有心理准备，开始去组织人来面对将来有可能一个真大的军队要来甲伊攻击。所以何叔伊想办法，咧将这个信息传达予祭司撒都甲阿比亚他吼，
这些人拢是代表叫因爱留伫耶路撒冷，将消息讲予伊知影的人哦。所以，这个何书就将这个消息吼啊，和这个和这个撒多甲阿比亚他因知影。总是这个时阵，因两个人的囝东拿丹甲阿希马苏，因伫一个所在叫做因罗杰，迄个所在底下去听候消息嘛。这因罗杰，伊的意思是讲是一个 spy 吼，就是讲探子权吼。这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代志了以后才好的名吼。因伫迄个遐，伫迄个所在底下去听候消息嘛。啊，这是伫亚罗萨林门外的一个水泉吼，伫即搭遮。伫迄搭遐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水泉，也是一个水井吼。啊，所以。因伫迄搭咧听吼，因两个人唔敢入城去记这个事，因为讲讲因若入城的时阵，有可能去有人发现，安尼消息就会泄露出去吼。当时因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好亲像嘛已经早了计划好啊，因就是讲吼，叫输入出耶路撒冷城去即大家拍水转去吼，来即大家取水取转去了以后，透过伫迄个取水的中间，偷偷啊将这个消息讲吼。啊，用那干甲阿西，这个马苏来知影吼，结果无拍算，等因伫咧通消息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吼一个囡仔看到，这个囡仔支持阿撒良，伊就走去甲阿撒良报信，然后就有人出来录这个用那干甲阿西马苏吼，因就紧紧走去到一个所在吼，因就走去到一张吼。因走去到一个所在叫做巴虎林这个所在吼，去到迄搭走去一个富人人的厝里内底吼，这个富人人可能是种田的吼，因厝里嘛是口井，然后迄个富人讲，恁去跳咧迄口井内底吼，然后伫迄个口井的井头铺房啊，房啊铺起了以后，佮也一挂麻啊吼，也咧井头，互人无注意讲跳去口井吼，直到遐的人去找伊的时阵，找无因这两个人吼，找无因。这妇人能够甲伊讲讲啊，我咧讲哦，我看伊两个人安怎搬过溪逃走吼。你若看这个巴虎林哦，搬过溪逃走，应该是走过来这边吼。那搬过溪逃走，他们是走这边吼。所以因另外一个方向去掠这两个人吼，结果掠几波掠无吼，所以因就登去到亚拉萨林。亲爱的姊妹，这是一个妇人人的倒三间，然后这个两人因就紧紧出来。赶到台北迄个所在，迄个时阵台北还袂过溪咧吼，搁伫这边遮，还袂过玉淡河吼。去甲因讲，讲安怎，就紧紧起来，紧紧过河，唔通停留。所以台北甲军队伊个人伫半暝，无法度睏的时间，伫半暝中间，所有的人拢过玉淡河，连一个人都无留落。依靠这个阿希多夫，伊所提出迄个计划就无法度行动吼。因为你若要让12000人过这条溪吼，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吼，所以这个斩首的计划就无法度行动啊。然后咱伫圣经中间，咱看见这个阿希多夫，伊看到伊计划无予阿撒良来采用，伊知影讲安尼无可能，阿撒良一定输的，所以登去到伊的厝里内边，留下遗言，伊就家己自杀吼。咱来看圣经吼，圣经常就讲到自杀的事吼，这是其中一个吼。这个阿希多夫伊真巧，总是伊为着要报复大兵，伊选伫徛伫阿撒良这一边，直到伊的性命用一个真悲惨的方式来结束。咱看见大兵伊来到这个马哈念，马哈念是这个雅各当初号的一个地名吼。伊号这个地名是安怎？是讲，当伊要去见伊阿兄的时阵，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上帝使者拄到伊，雅各看到伊就讲，这是上帝的军兵啊，所以甲这个名，这个所在号一个名叫做马哈念哦，就是两队军兵的意思啊。因为雅各家己带一队，上帝的使者来到伊的身躯边，甲伊保护的时阵，是另外一队吼。你姊妹。这个地名会让人想，若去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到什么代志？上帝在保护属于伊的人，上帝在实现伊的承诺，上帝在完成伊的目的。过去这件事发生在雅各身上，今仔日代表他同款。
特别伊真需要上帝派一队军兵来甲伊保护。所以我咱会当想象，特别来到这个马哈念这个所在，伊去想着讲，上帝怎样帮助雅各？伊嘛唔忙讲，上帝啊，你来帮助我。虽然咱伫圣经中间看到吼，咱无看到讲上帝派一尊天使天君伫伊个四周围甲伊帮助，总是咱看见上帝使用一群人帮助来滴。这群人是何苏迫害阿希多弗的计谋。这群帮助是一个妇人帮助约拿单甲阿希马苏的逃走。这个帮助是祭司。因想办法将消息传达给大家，会当知影。像兄弟姐妹，这看起来好，唔是靠亲像，唔是天使天君，总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却看见有上帝咧斗相共。实际上，除了这些人以外，咱也看见上帝为大家伫马哈念这个所在，备办一顶出人意外的帮助者吼。第一个，咱看见的是。一个人叫做阿门族的拉巴人拿哈的囝索比吼，我想你呐读到这个名，你当马上想讲这个人甲代表有啥物因果吼，安尼表示你圣经会当读甲非常非常的熟吼。这个人是啥物人？如果咱啊读看圣经撒摩尼下卷第十章第一十到五节吼，伊会甲咱讲吼，伊讲吼阿门人的王死啊，伊的囝哈伦接续伊做王，代表讲安怎？我要。叫哈伦的老爸拿哈好好款待恩待这个哈伦，所以就找起罗伯去看，为着伊的老爸过身去解安慰。结果这个人去的时阵，这个哈伦安怎？伊讲嘛，伊的人性解讲，讲你想讲代表是好心的吗？伊竟然是派这个人来甲你试探，想要甲你攻击的吗？所以伊安怎？伊就安怎？伊就将代表所派来遐的人，喙手甲剃掉，衫甲加一半吼，啊，甲伊拍断。所以代表真生气啊！就叫这个迄落、那個、派出伊的元帅吼，去攻击这个阿门人吼，然后把因的首都拍落来，拍落来了以后安怎？阿门人因的首都喇叭互伊拍落来，然后阿门人因就和这个和代表因甲拍败啊！结果无拍算，即马第一现出现出来迎接代表人，竟然是阿门人拿哈的囝作弊吼。有些人他可能他的爸爸过去跟台北有很好很好的关系，总是那个接续做王那个孩子跟台北的关系很坏，和台北打败，总是其他的孩子他有完少年他们过去跟台北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关系。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他来接待台北。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来支持台北的人是叫做是罗底巴人阿米勒的囝马吉吼，这人是什么人？这人是当大卫做王的时阵，伊偷偷啊将扫罗的孙约拿单的囝利非波设藏在伊的厝里内底吼。后来大卫找到这个人，伊无处罚这个马吉吼，伊反倒当真好款待这个利非波设，伊会当伊和大卫会当常常甲伊做伙食饭。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这个大卫落难的时候，这个马吉伊就安怎感念大卫，伊把好好款待这个米非波设，所以伊出来接待伊。第三个人，伊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吼，巴西来吼。啊，这个人伊是一个年纪真大的一个长辈吼，虽然已经年纪真大，八十岁啊，年纪真大，总是伊处人真好个吼。啊，伊。招来帮战台北吼，纯粹无其他的原因，无其他的理由，伊就是我要支持王啊。当台北伊决定先登去到亚罗萨岭的时阵吼，圣经予咱看见讲吼，伊讲啊，你来啊，你来到我登来去亚罗萨岭，我要甲你好好交代好好甲你款待，因为你捌伫我艰苦时甲我敬吼。这人讲吼，王啊，莫安尼啦吼，你就是用迄个上界山顶海味我食，我老啊吼，食起嘛无滋无味啊吼。啊！你有啊？搁什么看好听的歌舞表演哦？啊，食困好困的眠床啊，对我来讲安怎拢无意义啊啦！你不如好啊吼，好好死伫我故乡较实在哦。伊安尼甲台北安尼讲吼，现在兄弟姊妹，圣经予咱看见遮个人讲，当台北落难的时阵，伊得到遮个人的支持，遮个人的援助，对台北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雪中
雪中送炭吼。为什么？圣经甲恁讲吼，因带来一点仔物件吼，那物件有豆啊啦，有蜂蜜啦，有麦啊啦，什么，有迄落鼎啊、锅啊啦吼，啊，佮有枕头啦、有棉被啦。你会想讲奇怪，这项做这物件是甚？去见代表要创咩？圣经甲人讲，代表落魄甲一个极程度啦，连鼎啊、锅啊头煮饭都无，连一个枕头、一个棉被头困都无啦。那兄弟姊妹，这个代表，因为伊伫半暝时阵，伊就爱过河，伊甚物物件都无法度做，好亲像落魄甲一个亲像多难的难民一样吼，伊需要别人甲伊救济，这就是代表的处境。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这段圣经，咱要来思想甚物？咱要思想的是，代表佫开始一个多王的生活吼。如果代表是一个一般人吼，实在讲，咱袂感觉有甚物好奇怪。毕竟代表少年的时阵，伊就是一个多王的专家嘛吼。伊伫少年的时阵吼，伊拢是伫这个大多数的时间拢伫这个多王的中间来经过。所以有人咧讲代表若要出册，伊上适合写甚物册？伊上可能上适合写一本叫做《旷野逃亡使用手册》，或者是写一本册叫做《第一次逃亡就上手》哈。我想足多人爱看甚物第一次就怎么样的哈。伊第一次逃亡就上手，伊写这个册我好像足两倍啦，因为伊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咱看见的是代表的性命充满这款起起落落哈。伊那不是一捆啊涨停板，就是一捆啊跌停板哈。比咱咧坐这云霄飞车搁较刺激吼，嘛比咱最近这个股市吼，安尼起起落落搁较刺激吼。兄弟姊妹，咱看见伫今仔日这段经文的中间的时阵，你若注意看，你注意个读，你会发觉到一件事：这个代表王，这个以色列人的王代表，面对伊生命上界危险的时阵，伊无有任何的角色。伫这张中间，你看袂见代表用别人讲一句甚物款的话。你看不出代表做一个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代表在这种的中间，他只会当得名，只会当听别人给他劝告，只会当接受别人的救济。现在你姊妹，这不是少年的代表，这是以色列人的王代表，当当的一国之君，他落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呢？用今仔日咱个真侪教会真爱讲的，是毋是伊的思想无够积极？是毋是伊的信心无够呀？是毋是上帝无甲伊祝福？我想真侪姊妹拢毋是啊。为什么有这款的事代来发生？是因为罪啊！是因为罪，这个代表的罪带来迄个问题还未处理了的。无管代表更加积极，更加有信心。伊搁较安怎？毋盲讲我当得到上帝祝福也无，即个代志拢无够看。代表伊起起步、起起落落，有时阵甲伊个罪有真大个关系。咱看见，当伊是一个王个时阵，伊运用家己个权力去抢别人个某，去监视别人个一举一动，去教导他人，去暗探家己犯罪个代志。但是当上帝甲伊对讨伊犯罪所负应该爱负的代价时阵，迄个本来当操控一切、接按别人生死、管理在手的代表，伊变到好亲像无法度为着家己来做啥物。我前下日姊妹讲的是，这是一件咱真需要学习的功课，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无管咱家己、咱这个人管理有偌大、气力有偌强，咱拢需要学习谦卑。顺服上帝旨意，撇免罪在咱的性命中间来罪恶，直到咱有一天落入罪的刑罚中间，咱会发觉到咱家己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第二，在这段圣经中间，咱有一个学习。好，拍摄哈，好。咱看见何书甲阿希多佛，因底下好亲像咧比赛，什么人较巧？比赛什么人的计谋较好？但是圣经的作者甲咱提醒，你这个看起来好像人伫遐比赛，什么人较有智慧，什么人会计无较好的时阵，其中有两个真重要关键，一个关键是基督，一个关键是上帝的心意。在撒母尼下卷十五章三十一节，当大伯听见讲这个阿希多芬已经去刀口阿撒龙的时阵，大伯家己安尼祈祷，伊讲：耶和华，求你使阿希多芬会计无。变成做是故宫，
我记咱顶届讲道的时阵，咱捌讲过，讲当我代笔一祈祷了以后，有一人就出现，迄人就是何师，伊就马上出现。伊出现了以后，代笔讲，代笔看见伊出现时，伊拜托伊登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兄弟姊妹，当这个何师提出伊的计谋的时阵，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啊，撒冷甲军队伊的人听见这个计谋了以后，伊拢讲，伊讲啥物？伊讲。阿基人阿何师的计谋比阿希多弗的计谋更好。圣经讲，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阿希多弗的良谋，为着要降服伫阿撒勒。兄弟姊妹，不是阿希多弗这个计谋无好啊，伊是一个真好真好的计谋吼。圣经讲，这是伊一个真好的计划，拢是上帝反对。上帝定义的破坏，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咱也无看见这点，咱也无注意着讲，伫人的野心、人的计谋、人的手段的后边，有上帝心意，咱就会犯着一个危险，就是咱会不择手段，想要去爱咱想要爱的物件。有时阵，咱会讲讲，就是安尼啦，先甲怀落啦，就是甲摕落，等咱伫后边。控制运作这一切的时阵，圣经甲咱提出一件足重要代志，就是伫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咱看得见的上帝伫遐咧立立。当咱伫遐计划讲啊，咱这团体要安怎来做，这人咱来哪做，咱伫遐计划教会要安怎做开复兴，这个建筑物要安怎起，这个礼拜要安怎进行，咱伫遐有真侪计划，真侪计划，拢是咱通袂记的，搁较侪会祈祷，搁较侪会谦卑。在这个中间，咱来看见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立立。那无有上帝甲咱保守，咱虽然会当起坐处提，总是若是妖花的过手，一切就空空掉挂。现在你姊妹有时阵，咱真够教囝，咱甲咱的囝啊，甲伊栽培，互伊考入去一间好的学校。有时阵，咱也是咱的囝，找到一份好的工课，接到一个好的职位。严肃来想，这个中间到底是挖靠着咱家己的打拼、咱家己的才能、咱家己的聪明，或者是咱挖靠上帝的恩典？咱来常常来思想，这段圣经甲咱提醒，一个人毋是干那伊家己巧就好啊，一个人毋是干那伊家己有才能、有计谋安尼就好啊。佫较重要的是，谦卑基督挖靠上帝；佫较重要的是，上帝伫后边伫遐点点的念你。兄弟姊妹，上落尾，咱要来思想的是，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是上帝的掌权。咱讲，代笔伊捌真有权利，真无法度，无有人会当抵挡伊吼。总是伫一暝中间，就敢若咱咧拍公主共款，一夕之间猪羊变色。这段圣经甲咱提醒，代笔当地上迄个王，互人。用强迫的方式离开伊的王位，伊失去了伊的权势，伊无人为力来帮助伊家己，甚至无法度救伊家己的时阵，总是伫天顶迄个君王，却照着伊的心意来固守一切。这样子生活，这对咱来讲是真重要，因为上帝定义要破坏阿撒良的计，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当人伫这个地上打拼，伫在无求家己的权力、家己的王位、家己的迄个利益的时阵，人咧做工，咱唔通忘记，上帝嘛咧做工。咱要讲的是，上帝真奇妙，伊所做的工是透过真侪人来完成的。上帝透过特别的朋友，何西的计谋，撒多阿比阿他的通报消息。因的囝用那单，甲这个阿西马斯真打拼，冒着性命危险，将这个消息传出来。也过一个巴赫亚林的一个富人，伊用伊的智慧来暗藏。这些人做伙合作，予咱看见是啥物？上帝伫后边咧掌权。上帝咧掌权，毋是表示讲咱人啥物拢毋免做。上帝咧掌权，咱看见是这些人冒着因性命危险，因伫遐咧打拼，因伫遐咧努力。总是咱唔通一个人伫遐咧拍拼，伫遐咧努力嘅时阵，未记上帝咧掌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讲啊，因为上帝咧掌权，唔是讲咱啥物拢免做，咱犹原爱拍拼，咱犹原爱尽咱嘅本分。总是
不是咱家己伫遐咧拍拼，伫遐咧认真，却未晓学习挖苦上帝。圣经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伫这个撒母耳上卷甲下卷，有一个真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掌管。这是撒母耳上下卷的作者，伊一直甲咱提醒一个主题：，伫人的计谋、人的计划、人的手段后边，咱唔通忘记有一个上帝。伊伫地上咧掌权，伊伫咱个生活中间咧掌权，伊伫咱个教会中间咧掌权，伊伫咱个家庭中间咧掌权。咱爱学习怎样来顺探伊个旨意，咱爱学习怎样谦卑来挑出伊。这是咱伫是大家中间所爱学习的功课。咱大家来祈祷。听我的主，阮人虽然有侪侪真好个计谋。我有真多真好的想法，我也有真多真好的手段，但是上帝这一切若无顺探你的旨意，一切拢是空空。都求你帮助我，在我的工作每天的无言，每天的打拼的后面，主你让我可以顺探你的旨意，让我所行所做一切有主你的祝福。我们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